所于今日11:36左右，在大同路二段184巷口发现白男驾驶重机车违规左转，附以警报器及扩音器，示意其停车，为其非但未停车受检，且沿路蛇行、逆向及多项违规，甚至多次以急停并回转的方式企图规避查缉，有自身公众往来危险之嫌，经员警围捕拦查后，对其实施酒测，其酒测值达0.38，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现行犯逮捕侦办。